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今天呢，既然下雨，那我要来去吃凉鸡鸡油饭。那我们先去搭公车吧 ，Let's go。我们要搭两次，应该一次是公车，一次是捷运。那我们来走喽 ，Let's go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捷运喽。中山捷运站，请进站。9:55，我们要去前方松江南京。走的第二次。10:05，到达松江南京。那我们要走的是不注意，这个3号或2号吧，应该3号，我记得是3号。那我们就走这边 ，Let's go， 捷运拜。
去这里。这下雨。这下雨没关系，还能录影就好了。前往中江公园方向。到了中江公园，前面的宏达那边右转，前面现代汽车那边右转。中江公园。走这边吧，走这边，还是弯过去那边？嘉义鸡肉饭这里这间，难道就是九四这间？我们到前面，现在红灯，我走去到对面那一边。到了，明显的位置。走吧。你好，没有。一位内用。一位那样，对，帮我做个实名制。好，这是我做的实名制，先点了鸡肉饭跟他们招牌的荷包蛋、高丽菜、笋丝、太普蛋。走私鸡肉饭呢？那是荷包蛋。高丽菜，
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再加点那个红茶吗？红茶喝啊，好。我给你们100。谢谢。谢谢。Thank you.
没关系。谢谢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好。吃完啦。其实真的超好吃。一到十分，我来评的话，一到十分，有9分，那其中1分是哪里呢？是因为蛋的部分，蛋，因为他们好像因为是蛋是先煎好的，然后才放在台面上，然后但是蒜头蛋跟鸡肉饭拌在一起真的很好吃，真的超推荐，一定要点。他们的蛋一定要点他们的半熟蛋，为什么要点半熟蛋呢？就是因为超好吃，那么你蛋还可以跟饭跟鸡肉拌在一起，而且也是他们推荐的饭类，还有蛋一定要点荷包蛋，他们的荷包都超好吃的，真心推荐给你们吃啊！好了，那我去搭公车了。那我们的其实两次鸡肉饭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哦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的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